学打乒乓球就看全民学乒乓，全民学乒乓公开课开课了，乒乓球国家高级教练一对一继续指导，名额有限的，赶紧上乒乓网报名吧。那么第三期公开课的这个视频指导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和前两期比起来呢，这一期的这个动作示范啊要多一点啊，我亲自去示范的比较多。这个视频呢，我连续拍了两天，从早上9点钟一直拍到下午5点钟啊，除了中午吃饭的这个半个小时以外，所有的时间都在拍这个视频。确实这两天录视频啊，人非常的累啊，非常累。之前拍这个横拍片弧圈球的技术的时候，这个腰部是有点严重的拉伤了，因为长期没有训练嘛，这个韧带啊，还有肌肉啊都比较僵硬，你突然去那么大动作是吧，发力去拉的时候，腰啊很容易拉伤。然后这两天呢拍这个公开课啊，连续两天的这个拍摄，这个腰伤可能又复发了。我录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的这个腰啊基本上转动不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大臂啊，这个大臂和前臂啊基本上也抬不起来了啊，我做动作的时候这个手啊放一下就很酸痛啊，支撑不起来啊。但是这都没有什么啊，因为你既然搞这个公开课，你就要对公开课的这个学员你要负责到底是吧，你每一个学员的技术动作，既然他传了啊他的这个视频，他每个单项技术的视频传上来了啊，你就必须用心的一个一个的去讲解对吧，你这样对别人才负责。这个公开课的讲解呢，对我来说的话呢是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横拍还好说啊，我自己是打横拍的，像有一些直拍的，传统直拍呀，直拍横打呀，还什么长焦啊削球啊，这些我就很难去讲了啊，因为我自己不是打这个的是吧，我不是打直拍的，我也不是打削球打长焦的啊，我去讲的话呢，我自己没有这个心得体会的话去讲的话呢意义不大啊。我希望全国各地更多的这个乒乓球啊专业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的行业当中，比如说有专门打直拍的这个教练是吧，啊直拍的这一部分的学员啊就全部给你来指导，比如说有打长焦的啊，有长焦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教练，那么长焦这部分的这个讲解啊你来进行指导，这样的话呢针对性更强啊，专业性更强。那么我今后呢啊主要就是讲这些横拍的是吧，甚至说有今后更好的这些运动员啊，你们来讲对吧，你们的这个技术水平比我要高得多啊，你们来讲的话你体会更深一些。全民学乒乓公开课从第一期办到第三期啊，差不多有5-6个月的时间了啊，我们基本上是2个月举办一次啊，因为这个公开课确实是它不是说你随便弄弄啊就能开展的，后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每天学员的这个训练视频啊你都要进行这个指导，还要针对学员的这个水平层次的不同啊，给他制定这个训练计划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难的。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乒乓网的这些教练们啊，他们每天都为这个学员进行指导啊，特别要感谢的是这个徐玄教授啊，他这个在国外啊，现在好像他总是在国外国内两边飞啊，我看他经常这个学员有时候有问题发过来以后啊，视频发过来以后，他不单单是给别人打几个字就完了，他马上去拍是吧，把视频拍完了以后传给别人看啊，告诉别人问题在哪里啊，因为有时候讲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能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啊，他直接拍完了传给这个学员啊，这点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徐玄教授呢在我们乒乓网上面也付出了很多，我啊有很多乒乓球物理学上面的这些分析啊，徐玄教授都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些帮助啊，帮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些数据和理论上面的支持啊，非常的感谢徐玄教授。最后呢我要感谢一下乒乓网教练组的这些教练啊，现在我们的教练组大概有10几个啊教练，这些教练呢都是有这个职业资格证的啊，有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资格证的啊，是从全国各地他们自发性的啊来我们网站进行这个应聘的
啊，虽然说我们现在网站没有一分钱，是吧？没有一分钱的工资给大家，但是他们每天都尽心尽责的在我们乒乓网上面回答网友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呢，他们都尽心尽责的去为大家分析和进行指导，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各位。如果荧幕前的各位乒乓球爱好者，你们想报名参加啊我们全民学乒乓公开课的话呢，可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乒乓网的这个公告，啊，我们基本上是2个月举办一次，啊，一般的报名时间呢是15到20天左右，主要是根据大家在乒乓网上面的活跃程度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发帖量，啊，你参与这个活动的次数，啊，经常呢我们会赠送一些报名的这些名额，比如说我们会搞一些这些抽奖的活动啊，啊一些抢楼的活动啊，啊你抢到了这个楼层以后呢，也许可以得到额外的这个公开课的名额，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打开微信扫一扫，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乒乓网，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乒乓球技术文章、乒乓网最新活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关注吧。